在下午公众致祭时段，不少市民到灵堂送别谢廷俊，有人表现得很伤感。灵堂以鲜花布置，中央挂上的环匾写上浩气长存，往生净土，痛失英才，而挽联就表达了家人的哀思，亦都批评菲律宾当局处理人质事件的手法。特区政府官员、中央驻港机构以及不少的市民送上花圈致哀。行政长官曾荫权、多名的政府官员以及中央驻港机构的代表亦到场悼念谢廷俊。警员分批安排出席公祭的市民入灵堂，有人带备鲜花致意，都是同行，但始终都是个心态都是很不开心，这件事情都还未平复得到，希望他好好上路，我们都很怀念他，他是旅游界的光荣，一个无奈，都是凄凉，就是这样。在这里有什么说话想跟他？希望他一路顺风，家人就节哀顺变。他这么年轻，他这么大好青春，没了自己的生命，他希望他一路好走，希望我们政府可以帮他们拿回个公道。谢廷俊的遗体星期一会移送到柴湾歌连神阁火葬场火化，骨灰会择日安放在钻石山灵灰安置所。亚洲电视记者罗文俊报道。记者罗文俊现在就在红磡世界殡仪馆外面。罗文俊，公祭的时段何时会完结？其实公众致祭的时段就将会在6:30结束的了，距离现在大概是还有半个钟头左右。在大约20分钟之前，就有近8名来自不同佛教团体的人士来到现场诵经，希望谢廷俊能够早日安息。其实由2:30到现在已经是有几百名的市民来到这里向谢廷俊致祭的。期间亦都有不少的政府官员，就好像政务司司长唐英年以及这个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张建宗亦都有到场。在完了公众致祭之后，谢廷俊的家人就会进行一些祭祀的仪式，而谢廷俊大殓的仪式就将会在星期一朝早的大概11:00进行的。我现场留意最新的情况，先将时间交回新闻部。唔该晒噶。